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我是全达汽车的阿杰，今天要来介绍的是2015年以上聚合，它规格是 1.6 自然进气，税金省，保养便宜，它是英国原装进口，采用欧系底盘的跨界跑路，欧系底盘的特色就是刚性比较佳，比较强硬。接下来介绍车头的部分，上方采用 LED 回旋镖的造型，水箱罩的部分是 V-Motion 家族的特征，下方是鱼眼大灯配上雾灯。那铝圈的部分是采用17寸的铝圈，切削式铝圈，车身是线条比较明显，风阻系数低，相对比较省油。后面尾灯的部分也是采用回力标的造型，跟前面的日行灯做前后呼应。椅子的话是桶型赛车椅，它可以让行进中使用者不易疲劳以及晃动。方向盘的部分是采用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，里程数是24864公里。那上方我们配置原厂的行车记录器，让使用者行进中更安全。那下方多功能仪表，它有支援导航、倒车显影还有音响的功能。下方恒温空调的设定，它可以跟运动模式做切换，做车辆的设定。全车是红色钢琴内装烤漆，排挡杆也是做跑车化的设计。膝部空间的话是大概两个拳头距离，后座使用者不会觉得很压迫。头部空间也是至少5到10公分的距离。再来是引擎的部分，引擎的部分我们有第三方的 ES 认证，左边这边引擎旁边也有封条，也是做认证的。全车原版件，98%的原漆。车厢左右配有伸缩式的拉杆，让使用者更省力。车厢是双层式的置物空间，如果需要携带高尔夫球杆或者是雨具的话，这边可以右侧停倒做分离。如果喜欢我们这台车的话，可以来熊达汽车了解更多资讯。喜欢我们这支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